好的，Hello，大家好。屏幕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新年快到了。今天丁真弟弟跟大家直播的主题是明星年夜饭大赏。好了，我看到好多的朋友已经到直播间了。弟弟最近在忙什么？最近在准备过年，准备过年。对。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藏历新年的一些习俗吗？你们藏历过年的时候会在做什么？藏历新过年的时候要骑马，准备赛马，还要挑过桩啊，跳过。对，跟朋友们一起玩之类那的。赛马的话，你会做一些怎么样的准备呢？赛马的话，我们提前一天，天气好的话，先去温泉，然后马洗澡，给马洗澡。对，然后，没赛之前要尾巴，马的尾巴这些都那绑好，然后就这样。有很多细节的东对西对，要准备。好的，那自从大家看了你跟谢霆锋的综艺之后，非常喜欢你们两位的互动。那相处下来，你觉得谢霆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觉得谢霆锋人挺好，特别好，我觉得，见到他我也很开心，认识他我也很开心。以前我，经常看到的是电视上面，但是我见到了本身，对。那过年的时候要给谢霆哥发新春祝福。那可你以今啊。年，那你今年过年会有什么安排吗？今年过年我的安排是放假，自己过年的几天好好玩一下，然后你们也好好玩一下。好，会的会的，大家听到，大家也好好玩一下，对，不要再熬夜，好好不要玩。再熬夜。好的，那么我看到已经有非常多的粉丝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那朋友们，就是喜欢丁真的朋友们，要记得多点赞哦。我们待会儿呢会送出惊喜的小礼物，所以呢大家要好好的点赞哦，一定要关注到最后。那么新年快到了，所以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给丁真准备了一些年货的大礼包。那这些礼物呢，丁真他自己都不知道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把礼物送上来，一个一个的给弟弟开箱。可以，来，礼物在。从这边开始吧，可以，来一，第一个，一个，对，希望好，好，希望是好，肯定是好玩的。我们好来玩看一的，下，耶，你可以猜一下这是什么，这给朋个友们看一下。芒果，弟弟可以大声一点，芒果，芒果，是，然后这个呢，看一下另外这个。哎，真好玩是的，啊！哎，你看一下另外那个是什肯定是包子，么？没错，是包子。但其实这两件都是解压神器，就是当你遇到什么不开心啊或者有烦恼的时候，捏它就可以很解压。试试看，来，可以，很好玩哈。对对，好玩，真那好。如果把这两个礼物送给你的朋友，你会觉得送给谁比较合适？这些这个，这两个先要送弟弟，这个包子送送弟给弟弟弟，吧。比较可爱。对对，我看到粉丝都这在个说，芒果送那个林夕，都有很好的安排。送你们。我看网友们都在说送给我，还有网友说弟弟的声音要大声一点，他们听不太清楚。可以，很好很好，好，那这两个我们就先收起来，我们来看下一个礼物。来，礼物在你的后面，你直接拿。可以猜得出这是什么吗？
这个是这个十二生肖，生肖，对对对，窗花，对，是新年的时候有很多地方的习俗都会有。看到什么了？马，你们觉得这像不像这个珍珠？在这里，不是这个，是这个。很可爱，很像珍珠，特意准备的。哇，工作人员还是很用心的。啊，谢谢谢谢。对，好，那结束了，我们可以一起剪窗花玩。可以啊。是，也是很有新年的一份礼物，很有新年的感觉。好，后面还有。这是给弟弟准备的。哇，有很多好吃是，你可以一个一个拿出来。有饼对，干，你猜一下这一个饼干有糖，有什么特别的吗？你吃一个看看。感觉弟弟猜到了。这个里面有个字。可以，是的，年这是一，年有君。这是一个有那个祝福纸条的小零食，然后每吃一个，它都会有一个很好的新年祝愿。那弟弟刚刚吃到的这个呢，是祝大家年年有余，对啊。是的。然后后面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人员还有准备了其他的礼物的小零食，你可以再看一下，很特别。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土，土。给你种花的土。你要不要吃一下？敢不敢尝试一下？是一个。巧克力味的可以土，吃啊。巧克力味的土，对对。是的。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还有，对，还有花瓶，对，那你种这个巧克力，还有这个，很可爱，哎，看一下这个，这是什么？这是猪肉，其五实花它是肉，一个糖啦，对猪的，肉，五花肉的糖。放进去对，吧。然后还有一颗，还有一个黄色的糖，你可以试试看。味道怎么样？是一个超级酸的糖。这工作人员很坏哦，本来他们想要让你尖叫，但是你竟然弟弟竟然没有尖叫到，啊，这特别酸，特别酸是吧？是的，工作人员准备这些礼物呢，也是契合我们今天晚上直播的主题。那我们今天晚上直播的主题呢是明星的年夜饭大赏，所以呢也都是跟美食有关的。对，好，那我们再看下一个礼物，这个。哈哈哈哈哈哇，这是什么？耶、看得出来这像什么吗？这个像这，我们像一个煎饼。对对对。对，这就是一个煎饼毯子。那你盖着的时候都可以享受美食，保暖的同时呢，又可以享受到美味的食物，那现在我也睡觉很好。了 来，我们这边还有一个特别的礼物在这边，
这天子，要送给谁？想一下。嗯。等会说吧，这好，那等会再说，说不定等一下还有粉丝朋友可以得到呢。对啊，对呀，好，那我们来再看一下这个礼物。这个，嗯。希望这个，哎呀呀呀呀呀，希望这个特别一点，是吗？特别一点的，谢谢您的看，不可思议的礼物吗？嗯。你猜一下这个是干嘛的？这是啥东西啊？耶，是猜一下，没错，这个，对，它是靠枕，但它其实还有一个特别的功能。你看它头上有一个，这啥东西？对，它里面还有东西，你再拿出来。这在箱子里面还有东西。耶，哇！相信大家应该都猜到，这是一个懒人神器。就是你平常在家休息的时候，可以带着它保护你的颈椎，看手机，然后把手机架在上面，非常方便。哎呀，这可以，你喜欢吗？可以啊，可以哈，可以，回去可以试一下。对对对，回去可以试一下。我看很多粉丝都在。夸赞礼物很有趣，哦，还是提到了弟弟声音太小了，弟弟还是要大声一点跟大家交流。这大怎家，么样？弟弟，咱们声音可以大一点，粉丝们很喜欢听到弟弟的声音。可以。好的。好，那我。以上呢，就是我们那个工作人员为弟弟准备的所有的礼物了。那么好，谢谢工作人员。谢谢，嗯，谢谢你们。他们真的非常的用心，工作人员。对啊。好的，那看完礼物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品尝，开始今天晚上的美食品尝了。可以。因为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年夜饭大赏，所以我们也准备了全国各地的很多的过年的美食给弟弟品尝，然后弟弟可以猜一下都是哪里的。可以啊，好，第一个，哇，好可爱，好好看。哇，这好看，你看一下，这是哪里的这是美哪里食？的？你猜一下，喜欢吃面的地方。嗯，这个，嗯，这是山东的面素，弟弟可以先尝一下，好不山好东。吃？对。味道怎么样？挺好，挺好吃的哈。嗯，挺好吃嗯，这是山东的面素。那因为山东呢，它是一个吃面食的大省，所以他们过年的时候都会有吃面食的这种习惯。哇，那这个面有素，特别的这个，特别的造型，对啊，很漂造型，亮，有各种各样的造型，非常的厉害。那他们这个面素呢，是通过手啊、刀、剪，还有花纹模等工具刻出来的，都非常的漂亮，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哇，嗯，喜欢，喜欢，喜欢，嗯，很漂亮。好，那我们来吃第二道美食。嗯，很香，哇，很香，很香。我猜，这应该是肉吧？对，然后是丸子，丸子，对，试一下味道。猜得出是哪里的吗？猜不出来。猜不出来。是的，这是北京的炸丸子。北京春节吃食中就有一项是炸丸子，年夜饭上面一定会有的，因为它象征着阖家团圆。北京。对，北京的炸丸子，当然其实有很多地方都会有，但是北京比较有特色。对的。哦。要不要再多吃几这个？我第一次吃的，第一次吃，嗯，好吃吧？可以推荐给网友们。好的，挺好吃。嗯嗯，啊，那我们下一道，
这叫粽子。粽子，是。试一下。味道怎么样？很香，很香。在藏族黏黏的。在藏族我们会包肉粽吗？粽子吗？没有，没有。那在藏族的话，新年的美食都有哪一些啊？新年的美食有很多，包子啊，还有很多，还有很多饺子，包子、饺子都有。好的，那其实这道粽子呢是广西的粽子，那它有一个寓意是年年粽子，年年粽，对，也是很好寓意的新年美食。好，那我们就继续吃，品尝下一道，很漂亮的一道美食。哇，是有两种颜色，跟大家分享一下味道。甜的。甜的，还有，哦，谢谢。这边有啥？哎呦，来给我换一根。不用不用，用筷子好一点。用对，用筷子比较好。这个有点硬，小心一点。有没有掉在里面？没有。那这是八宝饭，其实在我们中国呢，很多地方的传统年夜饭都会有八宝饭。那它不但好吃，而且它有非常好的寓意，就是像八宝饭就像一个聚宝盆一样。就是八宝齐聚，就是团圆，也是有一个祝大家有新开启新年新幸福生活的一个寓意。对，好的，那我们下一道。谢谢。你看，瓜子这个，瓜子。对，在新年的时候，你会经常也会经常吃瓜嗑瓜子吗？会会，对，跟朋友聚会聊天的时候，对啊，这好像才是真正的新年美食，对，这个哪里都有，哪里都有，对，因为它非常方便，对啊，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可以吃一下。花子，花子，来喝点水，有水吗？有有。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粉，那个看直播的朋友们，有非常多的评论，非常的关心我们的丁真弟弟，要让真真喝热水。是的，好的，谢谢谢谢。然后大家都一直在说爱宝贝，很爱粉丝都很爱你。对，谢谢。是，大家还有什么想对丁真弟弟说的，都可以评论出来。我们随时，我们跟弟弟都随时会在看评论。这也有我们准备的藏族特色的酥油茶。酥油茶。对，所以粉丝朋友们不用担心弟弟没有喝热水啊，这里有。有酥油茶。对，有酥油茶。弟弟平时非常喜欢喝酥油茶，是不是？对对。来，你也尝一把。哇，我也有，谢谢谢谢。我也品尝一下，我跟弟弟一起品尝一下酥油茶。酥油茶。酥油茶是不是有分两种不同的味道？
有甜的，有咸的。哟，弟弟喜欢喝甜的，还是更喜欢喝咸的？咸一点的，咸一点的。嗯，所以弟弟要把酥油茶推荐给大家，对不对？对。很好喝。好的，那么因为我们刚才吃了非常多的那个美食，那每一道美食它都有很好的寓意。那因为大家呢过年的时候都会有很多美好的心愿嘛，对吧？那弟弟是不是也有很多美好的心愿？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要跟弟弟玩一个投壶小游戏。可以啊，对，这个你弟弟应该是知道哈，就是一边许愿一边投壶，投进了他就会成功。好，那我们这边有好多次的机会。弟弟每一次投壶之前，都可以许一个愿望，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愿望。用什么呢？好好想一下。什么用吧？第一个愿望，新的一年里，珍珠和青龙两个都跑快一点。跑快一点，好，对，比赛第一名。对，哎，我们来看一下哈，第一个愿望，中了，中了。好厉害，好厉害，好，珍珠跟青龙明年都22年比赛都会拿第一名，厉害厉害。来，第二个，第二个，明年，新的一年里，祝大家开开心心嘛。哦，那一定要中，来。哇，太厉害了！说明所有的人在看我开们直播心。间的所有人的，明年都会开开心心，快乐一整年。对，是的。这个第三个呢，弟弟说他要发财，然后我也不知道他发财不对。好，让我们祝弟弟发财！哇，哇！弟弟成功了，发财了。对对对，但是弟弟明年就要发财了，太厉害了！每个愿望都可以都实现了，太厉害了。还有三个，写什么呢？朋友，有没有要许给朋友，或者是自己的愿望有吗？自己的愿望，自己的愿望是，越来越好吧，越来越好，肯定会的。成功了，哇，肯定会越来越好的。那现在呢？所有的朋友都新的一年里。长胖10斤，这个很瘦 算了。平安快乐，好，反正每一个都一定会成真的。最后一个，我们许一个有趣的愿望，好不好？有趣的，送给我们的粉丝朋友们。
祝每个粉丝朋友们都胖10斤吧。这样的话是不是太坏了？我，太坏了，对，对我太对，坏了。那就瘦10斤好不好？可以，对，瘦10斤，所以都，网友们全部都瘦10斤，啊，成啊，功瘦了，了，大家都瘦了，太哎呀，厉害了，谢谢谢谢弟谢谢。弟，给大家送去了很多美好的新年的祝愿。好的，那我们也继续来看一下朋友们的评论哈，我看了。我看一下，哎呦，都被这个小白兔挡住了，我都看不到。送的礼物太多，看不到。哦，刚才还有粉丝朋友说，希望能助他们脱单，忘记帮他们许愿一下这个。好脱的，单对，什么？就是他们想要有对象。看来有很多朋友是没有对象的，那我们在这里，好吧，那弟弟就祝福他们一下，祝他们有对象，对，都脱单，祝大家明年脱单，新的一年里，祝大家脱单，一定会成功的。对对。好的，那玩了一轮游戏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今天的那个美食大赏做美食的环节了。那可以啊。弟弟今天会给我们带来2道美食特色，藏族特色的美食，一道肯定是我们的烤包子，对，哦，对就是非常有特色，而且也是新年藏族人民都会吃的，推荐给大家。那这次就邀请小伙伴们一起上来给可以，做教我们做一下，好吧？可以，好，来吧，来我吧，来教你们做包子。做包子很开心，嗯。好。可以，来吧，那你来吧，教吧。从这里过去也可以。来，我们的两位好朋友还有弟弟已经坐上来了，那就你们就开始教大家怎么做烤包子，好不好？做完了之后，我们就放在这上面来。来，放在这一边。把湿纸巾给我一下，我们来清洁一下手哈。我来。啊，在这边清洁一下手。放置热就可以。弟弟要给我们介绍一下两位朋友吗？介绍一下，对。你自己可以不？不可以啊。关系很好。他是我的兄弟，最兄好的弟，一个兄弟，对，啊，我们也是亲戚，哦，嗯，然也是后关系非他常好，叫李希，李嗯，希，他应该会知道的，弟弟啊，拼错，平错，尼玛，拼错尼玛，他平叫，错，非常认真的在弄麦，跟大家打招呼，Hello，打招呼，好的。那接下来三位就教新我年们，快乐，新年快乐，新教年我们做快乐，烤包子，好不好？嗯，可以。好。因为那个是时间的问题，所以我们有提前把这些馅儿跟那个包子皮给准备好了。对，好，嗯，那就接下来就开始吧，辛苦你们了。开始，可以。做包子。做包子开始，嗯，沾一下水是让它更好粘住，是吗？对对对，嗯，不然的话这个皮有点干了，哦，有点嗯，干，是。然后就那包完之后呢？它是统一的形状，还是说它会有各种各样的形状？有各种各样的形状，各种各样的形状，对对对。对。烤包子是我们日常的都会吃，还是说只有在节日的时候才会吃呢？节日的时候吃，节日的时候节吃，日时候吃，平时也吃，平时也吃，平时也吃。祝大家新年快乐，包子。
又要重唱，是不是？等一下你做完我就要吃。你想吃？你还没做呢，怎么吃？对呀、啊。吃吗？那等一会儿我们跟。我们等一下一起来做这个烤包子。哎，我们要把它转过来，转过来，对着镜头，这个样子比较好看。这样。那。等等等，转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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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你们做的时候呢，可以拿到镜头前给大家看一下，你们是怎么捏这个包子的。可以。声音可以大一点，不然粉丝朋友们都听不到。可以。好的。一会包子再挖了几张。所以你们平常做包子的时候也都不聊天吗？会聊，不聊的，就很认真，就是认真的做嘛，就是安静静做，就是这样。这个，哎呀呀呀！所以你们平常做包子都是安安静静的吗？我才不信，你们肯定会互相开玩笑吧？会，会呀。所以今年过年，看看运气，啊？想看运气吗？想看看运气。嗯，看运气的话哦，就可以塞东西到里面去，是不是？可以啊，你可以塞一点特别的东西在里面。哦，很好玩。对对对。好像在北方的是在那个东北那边还是北方那边，他们吃饺子的时候也是会放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在里面，然后如果有吃到的话，就是那一年的好运都会围绕着它。今年过年你们三个会在一起过吗？一起，一起过。嗯，对，很开心，很开心，很快乐。所以，那你们过年的时候会一起去做什么？过年的时候啊，一起去放牛，放牛，放马，骑马，骑马，还有呢？还有开心，有没有什么？还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是只有新年才会做的事情？做的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你们平常都过得很开心。对啊。新年也是一样。新年也是一样。嗯嗯，这样是最开心的，因为平常就已经很开心了。对吧？对的。这个花纹是弟弟很调皮耶。不是我做的梗。哦。弟弟包子。是这样说的，是弟弟干。烤包子一般我们会有哪一些？里面会包哪一些东西在里面？土豆。土豆。土豆。对啊，还有。土豆。松茸啊，菜啊，这些都可以放。都可以放。都可以放，想吃什么就放什么进去。对。有没有什么技巧可以教给大家？技巧啊，技巧。我看这个叠的好漂亮，这个边边叠的好漂亮。对，这个边边。嗯，捏的时候有什么技巧吗？捏的时候要先，这个边上这个有点干了。嗯。对。然后就，不然的话，这个边上，碾压。你要捏捏一下，压一下，对啊，让它很薄，变薄啊，对，变。然后再把馅儿，哦，我看到丁真刚刚非常认真的把整个边边都捏了一圈，对对对，然后再捏了三圈，你捏了三圈啊，嗯，那你捏得更薄，对，但你要跟哥哥们学一下，因为你的边边捏得没那么好看。
我捏了三圈了。捏了三圈，嗯，那你有放特别的东西在里面吗？好看，这边好不好看、嗯？圆圆的，就是这个豹子是这样做的。嗯，他不会，就这样。他们不会，那你教他们。我教他们。对，你教哥哥他们。怎么样？怎么样？哥哥评价一下，弟弟包的这个怎么样？嗯，可以。好看吗？他包的这个好看吗？好看。可以吗？嗯，这个可以吗？评价一下他包。可以，可以，很简单的评语啊。对啊。嗯。好，那你们在包的时候呢，我来看一下，粉丝朋友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想了解？可以。好看。啊，大家很关心弟弟的手指受伤了。对。对。手指。嗯。不能动。不能动了，明天就去验检了。哦，明天就去把那个拆了。嗯，好。我们可不可以对着镜头包一个？因为呢，粉丝朋友们都很想看你们怎么样认真的在包这个，因为我们都低着头，他们都看不到，很着急呀、啊，大家。嗯。啊，调皮。嗯，怎么样？可以对着镜头给大家包一个吗？这样，对，来，我们对着镜头包一个。先要这样，好好看。捏一呀，然后就磕，不然的。先粘一下边边。粘一下边边，嗯。嗯，耶，包完了，你包完了，嗯，给哥哥看一下，哎呀呀，好不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对不对？好看，好看。这样平，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你看都没看，还是要说好看呀？那就我。等一下，我们包好之后，这个烤包子它的制作是怎么做的呀？制作的，嗯，就是我们包好了之后，然后要做什么？要怎么做？然后要煮起来，煮。要怎么煮啊？蒸，然后蒸，先蒸。对，蒸。蒸完了呢？蒸完了就，然后就可以吃。啊、哦，嗯，烤包子不用烤吗？不烤。不烤。不是，先要煮。蒸完了就可以吃，然后烤也可以、啊、自己可以烤、啊、不可以可以、啊、不可以也可以也可以吃、啊、直接不烤也可以吃、嗯、但是烤了会更好吃。我们继续来教一下网友们包这个包子。包子，包这个包子的时候，对，就是这样了，就这样。怎么样？好不好看？好看，很好看，很好看。挺好看的包子。这样。好。这样。里面肉多一点，里面肉多好吃一点。谁？嗯。我这边特别多，以后就我自己吃。好的，那包完了，我们这个包子就包到这里。然后呢，我们先拿到下面去进行烹饪，去煮一下。然后我们也来包一下很特别的饺子，因为我知道我们很会包那种很漂亮的饺子给大家。
可以啊。好呀，来，那我们先把这个包子拿下去煮，待会跟大家分享。可以。现在包饺等子。丁真把这个包完。可以。包完就可以了。很漂亮，把它摆一下，摆得好看一点。你摆一下。哎呀，摆的话我更厉害。把它摆得最好看的样子。哎呦，好的，好，那我们换上饺子皮，可以，也包一些饺子，过年吃饺子也是一个很好的。对，过年吃饺子，对的，非那常些这个好可以吃。先帮我拿下来，不是这个先拿出来，这个吗？对，给他，那我们换上饺子皮，饺子也包好放在里面。哎，这个先拿去煮啊。我们开始加油！包饺子吧。干了这个。再给你，再给你。再进来，再。再这里，再。开始包饺子喽！包饺子喽！包饺子。包饺子跟包包子是一样的手法吗？包饺子了。包饺子了。有点不一样。有点不一样。那也给大家展示一下。对，展示一下，加油。加油，两位哥哥包饺子，加油！哥哥，两位哥哥在包，你不一起包吗？嗯，你不一起包。我，等一下，先看一下学他嘛。我，北方是吃饺子，在很多节日都会吃饺子，在我们南方的话呢，我们像我们。元宵节啊，我们都会吃汤圆啊，然后还有冬至啊，我们都是吃汤圆比较多。你们有听过汤圆吗？没有，没有听过。就是啊，跟丸子类似，但是它的皮是糯米的，然后里面会包很多甜的呀、咸的呀都有。但我们正常更多的人是吃甜的。哇，你们的饺子包的好特别啊！饺子包，给大家看一下，怎么样？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好特别的饺子啊！饺子，哎，这是有什么特别的形状吗？这是有是什么特别的形状吗？还是是我哦，就是你们那边的包的形状就是这样。对对对。啊、哦，我还以为是条鱼呢，看起来很像一条鱼。有点像。你在这里，记在这儿。你看，是要这样可以包，可以这样。对，给大家看一下，可以这样包，形状特别好看。平常我们吃饺子是也是在有什么特别节日才吃吗？没有，开心想吃就包。对吧？什么时候自己想吃就包。这个包这个饺子有需要什么样的特别的技巧吗？我可以拿到镜头前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是怎么包的。这样包，这个样，这个样，拿起这个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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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起这个样，拿起这个样，哎，这个样子就不是包好了吗？很厉害，每个都不一样的形状。对，哇，平错的这个很大个。你要跟哥哥学一下哥哥包的这个吗？这个面粉不行，太干了。哦，这个面粉太干了哈。这个我就话别太多。
旅游这个太贵了嘛，对不对？不会就被骗人嘛呀？骗人，不会，会都不会还要骗人。真的可以吃那个饺子吗？跟大家分享一下呗。分享一下。嗯。这个这样吧。嗯。饺子。饺子，我们的方法就是。这个的话包完了，平错包的这个比较像馄饨，馄饨对啊，嗯，馄饨，但是我包的是馄饨，馄饨，因为你们喜欢吃馄饨嘛。这样呗，平错的这个饺子是什么？我可以教你吗？可以教，你学吗？学一下。谢谢。先加完肉之后就是这样，这边捏一个，捏一个。我刚刚看到评论，有人在说弟弟这次的新的歌非常的好听。真真这次的歌。谢谢。要不要给大家哼两句？边包边哼两句。对，会的会的，现在。你唱吧，我很喜欢那个。你唱的那个叫啥？但我不会那个唱。那个天上飞的。天上飞的那鸟。是吗？不是你。天上飞的牛。嗯，但我就不会的，我不会的。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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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过年的时候会每天都跳锅庄吗？对啊，跳锅庄吗？每天都跳。对，你给我几只东西？那，你给我几只东西？都不够。都不够。也都给你炒面三碗都够。对，这边也可以吃的。嗯。他还没有几只呢。橘子。包饺子，哎呀呀呀！包饺子，包饺子。嗯。整个都吃。你们过年会有什么特别好玩的事情吗？跳舞。特别好。啊？跳舞。跳舞。嗯。跳舞算吗？跳舞。骑马。骑马跳舞、嗯，特别好玩的。对。对对啊。那你们以前过年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比较？好笑的事情，有趣的事情。好笑的啊！以前
睡梦的时候，不记得了。平措平常，平措平常会喜欢唱歌吗？会唱哥哥的歌吗？有一点。要不要唱一下给哥哥听一下？但我歌都不会。唱一个。唱一个。唱一下哥哥。唱一次唱吧。唱一个，唱啥？随便，就这个情况。能看就是这首歌。可以啊，唱。哎，唱过。哦呀妈！能看我娘舅的舅的，着等着，趁卡婆娘等着娘等着。若是让爹阿姨那边那边的康妈娘将人给了养你，哈萨古里罗，哈萨古里罗哈木耶，哈萨古里罗，哈萨古里罗哈木尼乌。风吹过云朵在天边来的路。忽然这静默我的听懂，不再留恋梦里执着烟的梦，那些花是红的的礼物，吹开了迷路，一种心中的花是苦，生命的旅途，信念的勇敢骨子如。好听，好，那我们的美食就制作完成了。等一下，我们还有一点点是吧？一点都不浪费，真的，非常的厉害。每餐都做完了，我们把最后的这一点点都包成一个，最后一个，绝对不能浪费粮食，对吧？加油！我们等一下就拿去煮，可以根据刚才真真教我们的煮做法，先蒸，然后再去烤。耶水，好的，谢谢。那我们再把这个拿下去做，开始拿下去做。来，你们清洁一下你们的手吧。说的是。那边还有湿纸巾可以清洁一下你们的手。新的一年是开心快乐，新年开心快乐。跟广大的网友们多说说话。不是你刚才给我那个包子去吗？包子，不知道。待会儿就可以吃了。好，那在等待制作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邀请珍珍跟朋友们一起来玩一个小游戏。可以啊。好，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挑战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挑战，就是那个玩游戏嘛，是我玩游戏了，是你最擅长的是吗？我们先把那个道具拿上来哈。好的，这次第一个小游戏呢，我们要做一个夹花生米的挑战。夹花生米的挑战，待会儿呢我们会有一盘花生米放在你们的面前，然后我们开始放音乐。可以啊。好，音乐。然后放音乐一开始呢，你们三个人呢就开始夹盘子里面的花生米。音乐一停，我们来看一下谁夹的最多。来吧。好。输的那位呢要接受惩罚。那肯定是我输了。应该是弟弟输了。他也有一个手指面，不行，我不能输哎。花生米夹到这里面来，我一人一个，可以。来，我把这个测一下。
筷子给你刷。你来吧。来，谢谢。然后我们请工作人员来放一下音乐哈，音乐开始才可以夹哦，音乐停就不能再夹了。然后输的呢要接受我们的一个小小的惩罚。音乐，来，音乐。哎，要一颗一颗夹。我觉得音乐要停一下。我觉得刚才不算，因为刚才我们刚才要用夹，哎，吃了起来，我们要用夹的，一颗一颗夹，好吧？一颗一颗，不能这样扫进来就不算，好吧？好，我们重新来，好，公平一点哦，每要认真夹，好吧？好的，好，来，好，再夹了一个。来，开声，我们来重新开始。好，来，来，我平错，平错，你不行，你不能这样，你要一个一个夹，一个一个夹。好，停，不能再夹了。我来看一下哈，我来看一下，来。我从真正的开始，我看一下真正夹了多少个，我数一下哈，来，我要吃一个啊，你吃吧，没关系，很好吃这个花生米，1、2、3、4、5、6、7、8、9、10、11、12、13、14，真正夹了14颗，来，我来看一下，那他们输了，我进赢了，我进有20个，4、6、8、10，你才11颗，你呢？我进错了多少？15，对，我公平起见，我来看一下哈。1、2、3、4、5、6、7，我赢了。10、11、12、13、14、15、16、17，平错赢了。但是你刚才犯规了。对。他刚犯规。没有啊。对。来，我们请哥哥，我们请你哥哥来作证。平错刚刚算不算犯规？不算。算。他要吃，你接受惩罚。接受惩罚是吧？惩罚。那我们现在来说一下，那现在接受惩罚的，因为弟弟刚才犯错，所以弟弟要接受平错，要接受那个惩罚。然后呢，你刚才是11颗，所以你也要接受惩罚。你们两位接受惩罚。你也吃了。他，但是他的个数最少。那真正来决定，他们两位中哪一位要接受惩罚？他犯规了。他犯规了。好，那就犯规的平错接受惩罚。对，赢了，我赢了。你输了，你犯规了。真真说你犯规。那你接受的惩罚是模仿一种动物的叫声。模仿。对，我不会模仿。你学一下。不会。譬如说像马。必须学。哥哥，真真说必须要学。那。真真非常认真的在学。自己编一个。变一个魔术嘛。您学一个马叫可以吗？学一声马叫可以。变魔术。哥哥反对你变魔术，你学马叫。来吧。讲吧。来，学马叫。马叫是。带劲！呀！可以吗？可以吗？真真说可以吗？可以的，可以哈。好，那我们现在进行一轮，然后下面这一轮呢是，下面这一轮是可以互相干扰的，就是譬如说你夹了真真夹的时候，你们旁边两位朋友可以干扰他，就是阻止他夹。然后自己还可以继续夹，这样子互相影响。好的，好吧。那这个倒进去吧。倒进去，可以。好，那我们再来一次。我们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先我做好准备啊。你说一下游戏的规则。这样不可以夹。可以啊，一个一个。这样夹，这样你夹到两个、3个，你多夹多少你随便。好，音乐开始。可以互相干扰哦。好，看看，可以请。
来，音乐还在继续哦。好，停。停。停了。那我们就有请珍珍。我们有请。故意的啊。好，那我们请珍珍来数一下，看这次谁获胜，谁要接受惩罚。三个、六个、七个、八个、一个、四个、八个、九个。他就刚才就这样加的，我跟你说的。四个、八个、九个、十个、十一个、十二个、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七，我就没得哎，他输了。又是平错输了，没输了，你输了吗？你输，他输了，由珍珍来做决定，他输了，平错输了是吧？三个、六个、十个，我就是二个输。我由你哥哥珍珍来做裁判，确定一下，确定一下，你看输了，谁输？他输了，他输了，平错输了。我刚刚数的呀，我数的时候他没有那么多。好，那他接受惩罚，好吧？嗯，对，接受惩罚，接受惩罚。那我们选鸟叫可以吗？鸟叫，这个不行。那珍珍，你觉得弟弟应该接受什么？唱歌。雄鹰。雄鹰啊，飞飞是何地？珍珍给弟弟想个惩罚。惩罚太大了的话又不行。我看了一下评论，有网友说可以学牛叫吗？牛叫，学。无算吗？声音大一点。声音大一点。可以吗？珍珍说可以吗？不行，不行啊！那重新来。那你学羊叫。羊叫。那我就学羊叫了啊。爸。珍珍说可以吗？可以。可以哈。好的，那么那我们这一轮的游戏就先到这里，我们来进行下面的另外一个游戏，叫黑箱挑战。对，好，对，好，那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把这些东西先收一下，待会儿再吃。好，这上面撒了很多，撒了再又把它吃掉是吗？浪费的话不行。是。好吧。好的。我们请工作人员先收一下。好的，谢谢，谢谢。待会儿我们再说，没关系。谢谢大家。好的，我们接下来要进行黑箱挑战。黑箱挑战。电麦锅。这个你先还是手机里。看吧，好，我在，你们不然你们会看到，对啊，对，我来看。你动了吗？我先不告诉你哈，我待会儿把东西放进去。我们的规则是这样，不能给你们看到啊。我们的规则是你们应该都知道哈，就是等一下你们要通过自己的手来摸里面的这个东西，并猜出它是什么。猜对的呢就不用接受惩罚，猜错的就要接受惩罚。我们这次的惩罚很厉害，所以你们要加油，好吧？来，我先把第一个拿进去哈。来，谁先来？弟弟。好，弟弟来。珍珍说弟弟先来。你最小。最小你知道吗？
来吧，你再说。来，弟弟先来。都不怕哎，直接就伸进来，往下摸。有没有水？我不告诉你，我不能说。你不可以看，你不可以偷看，又犯规。犯规了，你坐吧。犯规，你坐吧。要坐下来，对，坐下来。没你好大胆哦！你要把我东西拿走？你猜出来是什么吗？但你不要说哈，我们待会儿再一起说答案。嗯。是。你把你的答案先藏着哈，你待会儿再说。你跟我犯规了，你好真正你接受惩罚。好，真正来。你又不是说你把我就站起来，站起来不是就这样看吗？嗯，不好，犯错。我的东西要被你拿走了，他们一点都不怕，你们一点都不怕。谁怕谁？真的，这是啥东西啊？这个，这个确实挺难的。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也猜不，很难猜。需不需要我猜一下？好，那我们让评错来猜看。不公平，他把东西掰出来看，真正把东西拿出来看。但是我猜不到，真的。猜不到是吧？嗯。停错又要作弊了，来。那个东西，摸鱼。是。摸。啊。摸。停错答对了，是木耳。木。对，银耳，它也是木耳中的一种，银耳。嗯。哎呀，他刚看到了吗？不是看到我就没认出，就摸一下就对了。就感受到了是吧？嗯、好吧。好，那第一轮就平错胜出，对，那等一下胜出失败最多次的呢要接受惩罚，可以啊。 好，然后第二个哈，来我准备第二个。我来你来。嗯，菠萝。我先不说答案，来，你们两个摸一下。说来吧。这确实不错。你呢？我是爱来的。不了不了。啊，这对你们来说是不是太简单了？来。对啊。确实是菠萝啊，大家都看到了。对啊。来，我们来换一个啊。太难了，对你们来说，对你们来说太简单了。他在看，谁在看？不要偷看，不可以偷看。没有，真没有。这个你们肯定猜不出来。嗯，你偷看。不能拿走啊，就在下面摸。这个是。不知道，你猜出来了没？没猜。好，那真真来。刷锅的那个，对，刷子，钢琴，平错。哎，我有点，对不起，对不起。这你要接受惩罚。对不起，对不起。弟弟，你再摸一下。算了，你说的是，说的，你还要？对不起，我就不小心说了一句对。好，那现在已经过了三道了哈。那个弟弟回答对了两道，真真回答对两道，你只回答对了一道菠萝。好，你现在要加油喽。我们下一个哈。
好，准备好了。准备好了。这个不要给钱了，谁先来？我来吧。那个，你先不要说，先不要说答案。那个。好，来，你来。多么了？哦，我可以说吗？你都知道了是吧？好，来，我们现在说答案来。假头发。假发。假发，假发。好，这对你们来说太简单了啦。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太难了，这个最后一个非常的难哈。来吧，不可以说、哦。嗯，先不要说哈、啊。你又知道了是吗？嗯。太简单了啊！这太简单了。好，从你开始说。书大郎的话，这个是吗？这个是热的。对，书啊、嗯，冬天暖手，暖手袋。暖手袋。啊，这个这些对他们来说太、啊、对你们来说太简单了。对 对, 对。但是，那我们现在就是所有的都拆完了哈，这确实是暖手袋、嗯，没错。嗯，那一共。有六道题，平错跟真真都是回答对了五道题，嗯，然后你对了四道题，所以你要接受我们今天的惩罚。惩罚。惩罚。要惩罚你，你有个小小的惩罚。惩罚。对。跪下去、啊，拿过来。拿给真真，来，由真真来跟我们。你们看啊。来公布一下我们这次惩罚啊。这次惩罚，哇，这太硬了，跪下去，让他跪下去是吗？对，好，来，别摸你的，真的。我们那就这样，那你就站在这上面站深做深蹲十秒钟，可以吗？这上面你有鞋子？没有鞋子，不能穿鞋子。还是跪吧。跪吗？对啊。跪会不会太痛了？跪了五分钟。来，一分钟，嗯，三秒钟，三秒，三秒，十秒钟，十秒钟就好了，好吧，嗯，快跪，那数啊，好，我开始数了，嗯，来，站，不要摸你对不对？可以站的，嗯，数了，好，行不？站，九，一。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可以可以。真真还是非常的放过你的朋友啊，不然这个要是哎呦，这个要是站上去的话，脚底板真的是会挺厉害的。对，因为这个它是有点塑料感的那种感觉，所以会比较痛。好的。那我们的游戏已经玩了两轮了，那我们的烤包子跟我们的扁食呢，跟我们的水饺呢，已经做的差不多了。夹饭我可以了。夹饭你要看一下，给你看，你要看吗？夹饭我趁，你看，是了。那么，我们要开始来尝一下我们的刚才包的我们的。对头。看一下，夹饭。试一下。你试。试一下，慢，试了这个，好的，包子煮好了，来，这是我们的酱水，哎呀呀，来吃晚饭了，端给我们的网友们看一下，哎，先让你们看一下，我们吃，先给他们看一下嘛，这是刚才包的，你看一下。但是我给你们的话，这个不可能的事情。嗯、我在这儿，你们各住各的地方，然后我也不可能给。好远。你们看一下，
看一下，要稍微测一下，对。哎呀，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做的，刚刚我们做的那个，对，烤包子，我们给它取个名字吧。这个烤包子。雷尼丁包子，哈，雷尼丁包子，雷尼丁，对，他叫雷西啊，他叫尼玛，哦，我叫丁子仁，雷尼丁，雷丁包子吧，啊，雷要不，雷丁包子，雷丁饺子，这叫雷丁饺子，那这个是刚才也是你们包的那个饺子，对对对，你们自己尝一下味道怎么样？看一下，嗯，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做的还是很好看的，对，嗯，很好看，很好吃的，很好吃的。刚才的，哎呦，这刚才的馅儿也是他们三个自己包的，自己和的。对对，嗯。现在我网友说，可不可以寄给他们？包子吗？包子。现在这过年期间，这个快递快递已经关了，应该关门了。然后路上又坏的话。又不行，不行，那我就先吃了啊。嗯，好，那你们先试一下。来来，你也尝一个。我也尝一个。哦，谢谢。真的好香啊！你们晓得。哼，网友说，非常的。他们都已经感受到香味了。真的还是假的？我觉得他们是想象中想闻到了那个香味，因为是真正做的。嗯，谢谢谢谢。嗯，好吃，好吃。嗯。刚才弟弟说了，刚才珍珍说了，快递的话，因为时间很长嘛，肯定会坏掉，所以不太现实哈。我们的这个酱水里面是放了哪一些东西在里面啊？小米辣，小米辣，嗯，还有辣椒，葱，嗯，烧葱，烤葱，嗯，还有一点水，所以我们吃烤包子都是用这个酱料，这个酱水是吗？对，嗯。好香，给大家看一下那个酱水的样子，分享一下那个酱水，很辣。你也尝一个这个酱水。好，我用一下，我是用勺子的哈，我是用勺子的，不然等一下大家以为我直接放到里面。谢谢珍珍，谢谢谢谢。真的很好吃，很香，很嗯，很香，里面包的很香。对，我多亏了珍珍，评测说都是多亏了他包的，所以才好香。对不对？应该是。嗯。不可就睡。嗯。有可能是有可能。嗯，刚才珍珍跟她的伙伴们给大家做了烤包子，还有包了饺子，非常非常的香。那么大家呢也要继续的点赞，因为我们在最后结束的时候呢会给大家送出珍珍给我们带来的礼堂的非常精美的礼物。嗯，吃。嗯。不客气，嗯，别客气，真的，别客气。哎，要走。
所以这个酱水也可以蘸蘸酱，也可以喝是吗？直接喝。你们试一下你们包的扁食。是的。感觉现在就像在过年了一样，吃的且吃的好开心。哦，这是你的，嗯，你们过年的时候，就是除了吃烤包子嘛，还有饺子之外，你们还会做一些什么好吃的吗？嗯，还做，你说吧，你介绍给他，你介绍给我们，还有介绍给网友们。那，你说，你介绍。还有人参果，人参果。都是很好的。黄色蘑菇。啊？你嘴巴里有东西，我听不清楚。还有，真真说。酥油盒啊，马哥。嗯。真真说。马哥就是酥油。哦，马哥就是酥油。他说的。嗯。说一些，就是怎么说呢？嗯。你进来的时候，这个。嗯，奶桶里面，要放一些，干，啊，嗯，这个样子，干，啊，嗯，然后这上面有奶的这个奶的，嗯，怎么说？反正就是一个了算了吧，就是一个很好吃的东西，对对对，就是很好吃，就是很好吃。嗯，好，那你们接下来，你们接下来，接下来的赛马会在什么时候啊？赛马啊，赛马是七月夏天，七月份多吧？七月份比较多，对，八月份多，七月，七月份、八月份那两个中间比较多，嗯啊。那真真下次赛马会带弟弟一起去吗？去，对，弟弟，那弟会教弟弟开始赛马了吗？他现在可以开始赛马。对啊，他会骑吗？他已经会骑，他也可以参加赛马。你弟弟在骑马。那，是哥哥教你的吗？真真教你的吗？对，他上次接我们去爬山。真，哥哥都教你赛马了是吗？嗯，对的。那哥哥会带真真，你会带弟弟去选好看的马，适合他的马吗？选了，选了，嗯，有了吗？现在有自己的马了吗？看他自己喜欢，啊，他也有自己喜欢，嗯，好的，好，那我们就先吃到这里，我们先把东西撤一下吧，好不好？可以，来，我们请工作人员先把这些吃的先撤下去。谢谢你，吃饱了。这里这啥意思啊？谢谢我们的工作人员。最多的是垃圾。你们两个太坏了。好的。那么吃完之后呢，我们要进行一个小小的游戏，叫，因为我们过年的时候都会跳锅庄嘛，所以呢，很多刚刚很多的网友们都说，希望弟弟可以看到弟弟在直播的时候跳一下锅庄。所以我们接下来就玩一个跳锅庄的比赛，叫就是锅庄舞木头人。等一下我们音乐响起呢，你们就开始跳锅庄舞，主持人说三二一，你们就要停下来，如果有人没有停下来呢，继续有在动的就要接受，就是有主持人说三二一就要定住不能动，那如果没有定住的就要接受惩罚，好吗？对，那我们就待会儿呢，请工作人员开始放那个锅庄舞的舞蹈，你们就开始跳起来，好不好？嗯，可以。好，那我把场地放给你们，来。
好，我们请工作人员，你们要做一下准备吗？可以。要坐着跳吗？呀呀妈过呀。好，请工作人员放一下音乐。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来。你继续跳哦。刚才有动吗？没动。我刚才我没有观察到那个卡的那个点。你看吧。哎呀，我，那我们再来一次哈，我们再来一次。可以。嗯。好，三二一，停！都没动，哎，弟弟动了，他们两个动了。弟弟动，停错跟朋友动了。好，那你们要接受惩罚啊！真真可以用这个打他们，打他们两个。对，哎呀呀，最开心的是打他们两个。来吧，来吧，打哪里？打哪里？哎，你好好站吧。不是打，哎呦，来打一个吗？两个？你要打几个？三个，打一个可以。好好好。三个。哇！这样我打哪里？哈哈哈哈哈！一个。好。好了好，来，那我们继续跳哈、哦，我们再来一次啊、哦，我们再来玩一次啊、哦。你不要说一二三，那我说什么？对啊，你啥都不用说也。那直接音乐直接停好啊、哦，好，那我们听真真的。对啊完了，难道要打我吗？都没动。好，那我们继续。真真动了，真真最后动了，惩罚。不是。他们两个都打我吗？对啊，因为只有你动，一个一个打，打吧，打哪？随便，这里不能打。没关系，随便打一个。那打这里。
哇，那我打了几下？一个，三个，好，好，可以了，可以了。一人打三个吗？不用了，一人打一个就可以了。打一个就可以了。打太多。你现在是要报仇吗？不可以。打了三个那么多啊？一个是，两个，三个。好，那我们现在换一首新，换一首歌哈。可以。好，因为刚才那首歌大家都适应了哈。来，音乐起。感觉他们都没动，怎么办？我感觉要惩罚我。惩罚你？不行，那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来，我们再来一次哈。动了，他动了，罗动。哎，你们惩罚他，刚才是怎么惩罚，现在也惩罚他。来不，我也去听。弟弟打的人，弟弟打得很用力。不是，我不是叫你用力，我说你打得很用力。哇，好到真真。你刚刚怎么打我的？一、三，哇！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最后一轮了哈。可以啊。好。音乐。奶昔动了，他又动了，真真也动了，只有弟弟一个人没动。弟弟动了，弟弟没动，动弟弟没动。弟弟一个人战胜了两个哥哥。来吧。
两个一起是吧？一起来吧。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看弟弟打了太多了。好的，那你打我再多几个，然后就那我先玩。好，你们先玩。我打回去吧。嗯，别打。脚踢什么的。看我先。脚踢。好的，那我们的游戏到这里就结束了。然后两位朋友呢，跟那个看直播的粉丝们。到再见一下，祝他们给他们一个新年的祝福。嗯，祝大家新年快乐，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平平安安。谢谢，谢谢，拜拜。走了，真真还不能走，真真快回，真真快回来，快回来。好，谢谢弟，谢谢奶昔跟弟弟今天过来陪真真一起直播哈。好的，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剩下的环节就是真真了。嗯，那个我们呢抽取了，我们准备了一些网友们那个想要问真真的一些问题，我们放在了红包里面，然后就由真真来抽，我来提问，好不好？我替网友们提问，来，你一个一个抽，我来提问。还是我坐着吧。好，那你坐着吧。你抽了，然后拿给我，我帮你看哈。可以。好。一个一个抽吗？对，你先抽一个嘛，一个一个回答。来，我来帮你看，好不好？你好，你是干什么的？我是。我来帮你看，好不好？打工的。是吗？你看一下。假如，来，第一个问题是。假如明天起床你就有超能力，你会想做什么？我就想做帮助更多的人，帮助更多的朋友。对，真的，真正真的很善良。好的，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好，那你继续抽。真正说他有超能力的话，首先想到的是帮助更多的人。有意义，我不知道。好，我来看哈。我在我这里。2022年，你有许下什么新的那个flag？ flag 就是意思就是说你有什么目标吗？譬如说譬如说珍珠每次都第一名之类 的，你自己有设立什么目标吗？目标。对。目标我。比如我的家乡也好，我自己也好，我的团队也好，今年比明年好，明年比以后都好，以后都好，越来越好。好，对对，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目标，而且照顾到的是家乡，还有朋友们，还有你的团队的。对，我知道明天因为今天的直播，所以呢明天团队的伙伴们也都放假了。对，是吧？大家要回家去过年。回家去过年。是，好，那我看一下。我也那个放假了，放假，然后就回家好好休息一下。好的，好，那这个问题网友说，去年2021年有什么事情让你印象非常深刻的？去年吗？去年2021年你有什么事情记忆很深刻？去年是2021年。2021年，对，有没有做过什么事情让自己一直觉得很好，记住了，印象深刻？这个，我们去那个中餐厅的时候。中餐厅的时候，哇，很开心。对，很开心，很快乐。有一天我们去开卡丁车的时候。小野姐她开去了那个泥巴里面。哦，草坪上，我看过了。对对，然后她满身都是泥。对，是我看了，我也看了中餐厅，弟弟在里面啊，不，真真在里面做菜的样子非常帅。后来我看到最后一期的时候，你还邀请了平措跟朋友一起去。对对对，对我都有看。罗布。
罗布啊，对，是罗布、嗯、一起去参加了中餐厅。对，好，那这个呢？你睡有什么小？来，我帮你看一下哈。哦，你睡觉之前有什么小习惯吗？就像我就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会看手机，看很久很久。那你睡觉之前你会有这种小习惯吗？我也是看手机吗？手机充电，这就是我的习惯。那我也会，我也一直早知道我就不说我刷手机了。其实我也没有刷手机，我也是充电了。你说刷很久很久，我有时候会一刷就，对，第二天就迟到。好，我们来看最后这一个。你的朋友们说什么？好，我帮你看哈。可以，这个因为是夹在里面，所以弟弟看不太清楚。我来看。哦，新的一年就是2022年，你想对喜欢你的网友们说点什么？我想跟他们说，2022年你们开心、快乐、平安，自己最主要的是，好好照顾自己，这样。好好照顾自己，身体健康最重要。身体健康最重要。对。好的，你也是，你要照顾好自己。好吧，对，网友们肯定也希望你一直都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你人生中，我看到评论好多好多网友都在说，希望真真平平安安、开开心心、快快乐乐，他们都是这么说的。好的。然后这个问题的话就他网友说在人生就是长到这么大，你最想感恩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最想感谢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最想感谢的一件事情最想感谢的是，首先是我的父母，然后就，第二是我的团队和网友们，第三是我的所有的朋友们，真正一直以来帮助我、支持我、关心我，我的团队是一直以来跟我一起，从新学，这以前他们也不知道这个，怎么样，然后就也帮助了你，他们也跟我一起，这么，因为现在过了一年，感谢他们，弟弟就真的是，对团队的人都很好，团队的伙伴们对真也非常的用心，对，那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善良哈。对，把父母都放在心上，放在第一位，非常非常好。我们这边还有答问题吗？没有了。好，那我们今天回答网友 的提问呢，就到这里了。那真真手上的那一个呢，是我们待会儿就要送给网友们的一个小礼物，是真真特意从礼堂带过来的，对，可以拿出来跟大家分享看一下。这个是，这个是。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什么吗？这是这个侧身销，侧身销的是吗？对，侧身销。然后上面有哇，上面有很多精美的图案，对不对？对对。小浪打英雄追大路追下去吧。好的，那我们下面呢就要请真为我们截图选出今天晚上会获得我们这六份精美小礼物的网友。
那我们的规则是这样子的，就是真正等一下你截图，然后呢，我们一共截三次，好不好？然后截三次呢，那个每次的前两名可网友呢，可以得到真正团队、真正跟团队送出的这个精美的礼堂小礼物，好吗？可以啊。好，那真正就开始看评论喽。可以。要打什么？我觉得要打一个，真正希望大家打什么？心想事成，新年快乐，还是什么？要打虎年大吉，可以吗？可以啊，虎年大吉。好，那我们就先让大家来打。大家现在想要得到真真手上的小礼物的，就打虎年大吉，虎年大吉，好吗？我们给大家十秒钟的时间哈。我们来看大家。嗯。虎年大吉，虎年大吉，大家。虎年大吉。对，真真现在已经在看评论了，所以大家可以开始刷起来了。1、2、3。好，第一次截图成功。可以了。好，我看一下，好吧。可以。我看一下前两位网友都是谁哈。哎呀，1、2、3、4，1、2、3、4吗？我看一下，哦，这个页面，来，你拿到镜头前给大家看一下，然后我再来帮你看。好，看到，我来看，前面两位分别是不将就，这位网友的名字叫不将就，然后第二位网友的名字叫 CYQ。CYQ， 然后现在有两位了哈，然后这个我们先保存，然后对你先保存，然后完了之后真真再截一个，可以，现在有两个，还剩四个，再截一次，一共有六个，三个哦，对，要截三次，来大家接着发虎年大吉啊，虎年大吉，接着发吗？你再截一次，对，接着发，接着发。真正在等大家发哦。好，大吉，虎年大吉，一、二、三，好，完成，第二次截图完成了。耶耶耶！好，那我念一下哈，这两位分别是，哇，这两位的名字都很简单，一个是波浪形的，一个波浪号，然后 S。一个彩虹糖，这是第一位。第二位呢，名字非常简单，叫 Y。所以呢，现在又两位了哈。好的，最后一次了，这个我们也先保存。好，最后一次截图了，真正的最后一次截图，所以大家继续加油啊！加油，对，最后一次了。虎年大吉，虎年大吉，虎年大吉。1、2、3，结了吗？结了。好，给大家看一下。怎么样？看到了哈。就当那惊喜。好，那我看一下哈。可以。前面两位朋友分别是。情定霓虹鱼，这是一位哈，网友的名字叫情定霓虹鱼，另外一位是瑶瑶姐，瑶瑶姐，对，瑶瑶姐。好的，那我们今天六位的网友可以得到我们刚才真真送出的这个礼堂的小礼物，恭喜这六位好朋友，这六位网友，新的一年。就中奖啦，是我们真真送出的精美的礼堂小礼物。好的，那么礼物送完了，我们这一次的直播也差不多就到这里了。那最后的话，真真给大家送出新年的祝福吧，给大家说一下新年吉祥话。祝大家新的一年里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平平安安、
吉祥如意，祝大家越来越好，工作顺利，谢谢，一路平安。是的，哦，这个祝福真的很到位，因为明天大部分都放假了，我们工作室也放假了，大家都要回家，都在路上。那如果有，然后那个还有网友在说，可不可以用藏语跟大家说一下新年快乐，新年的祝福。他妈那路失败了，你们财神党希望郎中各族殿堂永远在兴奋的一经营。谢谢谢谢珍珍，好的，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也期待珍珍的下一次直播。谢谢谢谢。好，那我们下次见，跟大家说一下再见。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拜拜。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你们了，谢谢你们。辛苦珍珍。谢谢你们的支持，谢谢。好，切了。收工。哎呀呀！辛苦你们了，谢谢谢谢，辛苦弟弟了。我看一下那个还要不要发那个照片？他前面想要发。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